行车记录器操作，这里按下有选单设置、功能设置，萤幕关闭设三分钟，这个也选繁体中文，频率这音量设定高，频率60，时间日期50，回到上一层，1080p 循环录影两分钟，声音开，记录日期，重力感应关闭，按呢设定完成，拍的时候，行车记录器，开机就会自动录影，这里也可以按录影，暂停录影。录影下面这个 OK 按了暂停录影，录影中来看我的手测试一下，测试一下暂停录影回到选单按播放，所以可以测试一下看我的手出现了设定就是这样子完成。你如果开车的时候觉得萤幕太亮，这个开关键按一下，萤幕就暗了。再按一下，按这个下键，它可以切换镜头，子母画面，各一半。这个也可以，这个按钮，